你看到的，这是由高空上去看整个尼加拉瓜马蹄形瀑布。你可以看到傍晚这些瀑布流到这个断层的时候，这些雪白的水柱往下倾泻，千军万马那样奔腾。你看，你可以看到远远的尼加拉瓜河由天上来，就跟李白的诗《黄河从天上来》一样。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旁边都是发电厂的地方啊。底下这个商店生意非常好，所以早早就打烊了。它占尽了天时地利，也是一个游客中心啊。远远的你看到，这是在美国边界的新娘面纱瀑布。你看华灯初上，在岸边的水牛城灯火已经点燃了，远远大楼那个广告的招牌闪烁的 LED 灯很强。你看这些建筑也都很漂亮。这是跨越美国加拿大这个边界的桥梁，上面两边各设有海关。这个就是由高空往下看的尼加拉瓜大瀑布马蹄形瀑布的这一个部分啊。非常美的瀑布，它跟维多利亚瀑布跟伊瓜苏并称世界三大瀑布。维多利亚瀑布在非洲，伊瓜苏是全世界第一大瀑布，在阿根廷跟巴西边界。